开饭啦，那个南瓜藤。香脆羊，没豆腐，辣排骨，每次录视频手机都没电了，真是。这手机刚刚被大宝改作业，在那个群里面给别人改作业，然后看没了，看没电了。有你吃了的。有。Thank you, 妈妈。拜拜。今天吃个辣猪肚，炒这个酸辣椒啊，一条一条这种酸辣椒，好吃啊，很香。辣猪肚，辣椒里面有红的，有绿的啊，有这个红的，然后还有这绿色的，香绿酸辣子，酸辣子，酸辣。我尝辣椒吗？我尝那个。它辣椒是酸的，不是咸的啊。好吃。
好香，好香，打个广告啊，它是这样一袋一袋的哈，一袋是500克，里面有红的有绿的啊，前面是那个酸辣椒炒猪大肠猪肚这些可以去拍一单啊，炒那个就多细放一点蒜苗炒也很好吃啊。你不是不喜欢吃吗？我们喜欢吃鸡蛋，现在是炒鸡蛋，不喜欢吃它也吃。说明我炒这个，说明炒这个非常好吃。这辣椒不辣？你觉得不辣？辣吧，我感觉。我感觉不辣，刚好刚刚好。辣，你微辣呀。等下饭，对不对？嗯。是吧？来，咱们今天吃个神功泡椒河粉啊！泡15分钟左右，开水。喝豆糖，拜拜。来，我们今天吃个碱水面包啊，球，对，13.8一盒，一盒里面有这种有6个啊，每一盒里面有6个，有很多很多种口味啊，有香芋味、抹茶味，我吃这个是抹茶味的啊，看一下，这个好吃啊，那大宝吃吧，你这是淀粉，那是什么？抹茶是绿色的，绿色吧。
可以当早餐，可以当下午茶，饱腹感很强的姐妹们。嗯，就是这个饱腹感很强，早上的时候没那么早起就拿来吃一个。零脂肪啊，没有蔗糖的。